环球网军事12月11日报道，据印度报业霍拉斯12月10日援引印度空军发言人的话报道，印度和俄罗斯空军将于12月10到21日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交特布尔市地区举行空军因陀罗2018联合演习。该发言人称，俄罗斯的飞行员将与印度同行，一起驾驶两国空军装备的飞机飞行。据悉，演习的主要目的应是改善作战活动的协调。印度与俄罗斯经常性举行联合军演，11月18到28日在印度北方邦举行因陀罗2018演习，有来自两国的500名军人和约30件战斗技术装备参加了演习。印度政府高官代表多次强调，莫斯科是新德里在国防领域关键合作伙伴之一。